欢迎大家点击这个短片。我是蔚蔚，很高兴我的订阅人数来到了30,000人。30,000人订阅可能对很大很有名的 YouTuber 来讲根本不算什么，不过对我来讲，我很感谢每一个订阅我的观众，谢谢大家。顺便我想要记录的是，我昨天在逛夜市的时候被一个观众认出来，他说你是不是那个蔚蔚，那个打萨尔达的蔚蔚，我都是看你的影片才过那个萨尔达的关卡。那因为我是第一次被观众认出来，所以我当时有点吓到，而且我穿了是那种牛仔裤，然后那块卷起来，我还穿了拖鞋然后去逛夜市，然后被人家认出来。那等那个观众走了以后，我才想说，嘿，你应该跟那个观众照一张相啊。所以下次我就有经验了，如果大家在路上看到我的话，欢迎大家跟我打招呼，然后我们可以自拍一下这样子，那就很高兴到达30,000订阅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会继续努力做更好的影片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。